台湾棒球史上第一位在大联盟选秀获选的旅外捕手林家胜，30日重返母校二重国中，为取得波尼小马世界锦标赛代表权的小学弟们加油打气。学校老师们看到林家胜，仿佛看到台湾之光，争着跟他合照。他们嘛，然后争取到这个代表权，然后去亚太旗开得胜，然后前往美国加油，然后带着世界冠军回台湾，这样子。是不是希望说大家能够表现跟你一样的优秀？当然希望大家加油嘛，然后决定就好好打球嘛，然后努力比赛，然后结果交给老天爷这样子，然后就享受每场球这样子。林家胜5年前已打过相同比赛，曾过在世界冠军赛时输给德州。他说：“没能拿冠军真的很可惜，也希望学弟们能够把冠军抱回台湾。不过大家先来自拍吧。”新北市长朱立伦为小朋友们授旗后说：“逐渐的进入大联盟，每一位都是台湾之光。”于中心、李宏明、王玉轩，新北报道。